If I had a bad game, maybe I struck out a couple times or threw some interceptions or missed some shots, he would always tell me, Mike, there's a billion people in China that don't know and don't care. 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care. So up here on the board, we got 24 equals 1 versus 1.4 billion. There's 24 people on our traveling team, 24,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new photographers. Players, coaches, staff, 24 people. We're one team. We're one team, and we're going against this whole country. 1.4 billion people. And I guarantee you, after this game tonight, they're going to know who Mateus Kanika is. They're going to know who AJ Slaughter is. They're going to know who Damian Cooley is. They're going to know wh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guys is. Every single guy watching this TV show, watching the game, China, they're going to know what Poland basketball is all about. They're going to know. Let's go. 有很多能够去终结比赛的机会，但是由于我们技术上、战术上，包括队员经验的不过关，最终呢屡次失去了这些机会，所以最终的结果，可能有人会说虽败犹荣，我们和对方咬得很紧啊，等等等等，但是最终结果我觉得是公平的。其实，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呢，王世鹏指导一直在跟现场的观众说，让大家给对方更多的这种压力。在比赛结束之后，王世鹏指导也是大鹏哭了，流下了热泪。大鹏刚才因为不说话一直在哭。我们太需要这场胜利，太真的太需要这场胜利了。就这个球啊，打到这个地步，就是我觉得不光大鹏是吧？因为大鹏作为那么多年国家队的运动员，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如果这球拿下来，你可能这一届运动员对是吧？他们经历这种恶战，然后信心、命运。啊，可能从此不同了，就上一个层次。有的时候，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说命运给能不能给中国队一个机会啊，其实，拼到最后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对啊，就是一个细节。你回到最后就是边线球被波尼克特卡抢断，我们的经验，小小的细节，啊，那么，就是命运从身边擦肩而过，它是非常锐利的，就是让你极其心痛，对啊，但是。毕竟这个比赛还要继续，就是刚才我也看到赵睿在接受岳泽采访的时候，他站在镜头前面，就是他一直低着头，我觉得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啊。但是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又是新的一天了，是吧？后面还有对委内瑞拉的决战，那我们这场球的气势还是得坚持下去。我们2008年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其实是有遗憾，其实今天我特别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继续，这个中国历史需要这场胜利来延续一些东西。其实我特别理解王鹏指导现在的表现，我也特别想去安慰他，但是我发现自己非常的词穷，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因为他是中国篮球历史中的人，他在此刻的感受可能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的深刻。像杨老师说的一样，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机会。虽然下一场比赛仍然是生死之战，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中国男篮在下一场对阵委内瑞拉的比赛中能够给我们新的希望。好，后方也